我的一年岁月也爆骨咧，嗰时好似唔好舒服，咁我搭过影车入去度醒。呢日咪 contact 加坐嘅，再加埋 physics 嘅跳拖啦。咁呢日咪 contact 测验嘅。咁基本上我咧就嗰个 notes 就印咗 chapter 1同 chapter 3嘅内容嘅。佢话差一个半钟啦。咁但系你做得快可以走先嘅。咁佢有十题 MC 加三题长题目。咁咧？十题 MC 廿分啊，跟住长题目三题加埋三十分，每题三每题十分啊。咁佢个三题问你嗰个裸仔点画，跟住第二个问你 precast concrete 有咩 adventure 或 disadventure， 跟住最尾问你讲一个依家香港对于呢个咩雕筆咩？工程裏面會用的一個模式，我就記得 MIC 啫，仲有一個叫咩 FLMA 唔知 FMLA 嘅，中間之後串錯字。MIC 咪一個即係早喺工廠區嗰度預先整好嗰啲配件嘅，即係碰牆啊，即係個類似組合屋咁嘅形態咁樣整出嚟噶嘛。知啦，總言之，如果你有出席就一定有分嘅啦。仲有啲 MC 撞錯曬，咁基本上呢個 contact 完咗之後咧，我哋下個禮拜二係最後一堂上 contact， 不過係攞嚟 PC 嘅。咁咧就先到先得啦。完咗之後，我先去電腦室做啲嘢，再食飯，跟住做呢個再做數碼新聞。我上到去四樓嗰個研習空間嗰度，基本上見到成堆 friend 坐曬喺度，好搞笑啊！望到佢哋都係抄答案噶嘛，佢哋抄我答案咧就係我 friend 影嘅答案咯，好簡單。琴日咧上二三九三嘅嗰陣，就見到有同學仔數學都幾勁。嗰做完個數學三分咧，阿雙 free 把咗台錄機嚟，我就叫我 friend 影佢啲相。跟住我見到佢先 send 俾，即係個源頭係佢先嘅，佢先 send 俾我，跟住再 send 俾第二個人，再嗰、那個人再 send 俾我哋班所有人。咁即係話個個都抄同一個嘅答案咧，但係個個都係得第一至第六題答案，但係冇第七、第八題，因為影唔到。最尾第七、第八題，我係聽人哋嘅先抄嘅。哇！如果就收到啲咩，哇！個個答我一模一樣，就唔知啦。跟住話，哇！喺邊個元康基個個都唔計分零分，我好容易俾人發現。你抄答案，因為你嘅 stand 一模一樣，就冇計啦。嗰、那個最尾個課啊，咩 integration。differentiation 其實即係好簡單，數學測驗或者數學考試最尾個題一定係 differentiation， 都係先叫你將嗰嚿嘢 D 咗之後，跟住就代翻啲數咯。同埋咧，你 D 得啱咯，如果 D 錯你冇分嘅。
抄答案都算啦，因為好簡單。聽日你 physics 測驗，同埋咧都有一句，你唔好雖然話佢嗰個測驗 physics 測驗咧，佢話差一個鐘，佢係會根據跳拖嘅難度去俾你做。多一句，測驗係學校嘅老師出卷嘅，但係咧考試咧係官方出卷嘅。咩意思咧？因為我哋師傅咪清衣屯門加 Morrison 嘅，根據官方嘅標準就出咩卷啊嘛。基本上你測 physics 咧，基本上係唔會有短題目嘅，即係唔會下一條式搞掂點仔咧。數都唔使，數唔使講啦，因為數學佢唔會咁簡單。開留咗十題 MC， 如果你攞曬40分就可以話一定合格，因為好簡單，份卷44成啊。但多一句，你40分 MC 有60分長題目。多一句，開頭嗰 part 就係 computing square 啊，咩 fat time remember 啊 ，logical 乜乜乜，跟住 basic differentiation， 加埋一啲類似係少少其他科教嘅答案。跟住之後第二三題開始 differentiation， 真係 differentiation。第四題就係 integration 嘅 differentiation， 一定係。跟住突然擺個圖形俾你，跟住叫你 find the 咩 term of w 啊。但起碼都有補習分啦，如果你補習分都冇，我真係反台啊！聽日 present， 咁我哋嗰組就11:30啦，咁開我堂跳拖咧，先生仔9:60咧，其實即係 hold 多一個鐘俾我温書啊！功課搞定了，功課得4題，即有一題計咩 ？Yarn module 嗰題好搞笑，話有一題公字鐵就即係黐咗長度長1500米啊！開頭我真係以為1500米，點知唔係啊，係1.5米啊！正常你唔會見到一條公字鐵會1500米咁撚長。喂，1500米相等於我喺運動場跑2.5啊，未二唔係3.5個圈。即是話嗰條公子如果打一直咁擺嘅話，係我屋企伸延到去洪水橋嗰度，應該係咪有一個工程可以個公子伸到咁長嘅？應該都有啩。最唔知我計錯啦，佢話1.5米啊，1500米冇可能。邊有一個工程係用一樣嘢超過1500米嘅？點啊？100米冇可能。我是講單一嗰個用嗰個工具啦。講完先，冇嘢咧，都係 cheater 又愛又剩咁樣。咁我都再冇嘢。總之呢個星期下星期好多嘢做。今個星期要搞掂呢、這個，唔係聽日要搞掂呢個 report。禮拜五又要搞呢個電腦 project， 跟住仲要搞呢個4418 final report。功課搞掂啊！跟住下個星期一唔係下個星期二有 present， 下個禮拜五有 present。唔係下個禮拜五電腦唔使上，因為電腦我哋個組仲未 present 嘅。英文 percent， 跟住禮拜四就 test 咯。呢個 join 10:30到12:00啊，同埋要注意就係可能嗰啲電腦忽然之間係拎機拎到咧，突然之間會交叉你嘅視窗，搞到我重做。所以我每次做一個 step 我就要儲存嘅，除非部機中毒啊，我記得電腦真係有部機係中毒嘅，係咁。